kids!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做 Say Yes to Jesus? Very good! 那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 Say Yes to Jesus 呢？ Emily! 就是做主耶稣喜欢的事情。很好。那么什么才是主耶稣喜欢的事呢？ Sarah!主耶稣喜欢诚实的人。有一次我考试的时候，有一道题我答不出来，我很想看旁边人的答案，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不喜欢，所以我就没有作弊。 Good. Hannah， 爸爸妈妈不让我看手机的时候，虽然我很想看，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不会喜欢，所以我就不看了。 Great. Jalisa， 昨天我的弟弟抢我的玩具，我很想跟他 fight， 可是我没有 fight， 因为我知道 Jesus 不要我那样做。真乖。 Evan， 我觉得 say yes to Jesus 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像有的时候他们叫我先做功课才出去玩，所以我听他们的话了。 Good boy。 Isabel， 可是有些时候我想做主耶稣喜欢的事情却做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没错，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很困难哦。圣经上也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常常的来向主耶稣祷告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就有可能做得到哦。大家加油。Jesus, no, no, say no to 黑暗权势。